过在古代，真有智慧、会用钱的范蠡也，吴王夫差的那个大夫啊，勾践复国之后，他离开了，去做生意、做买卖、去经商去，没有几年呢，发达了，发大财了，发了之后，他散财，到处布施，把这个钱通通布施尽，再从小生意做起。过几年又发了，命里有嘛，命里有丢都丢不掉啊！发了之后再散，三聚三散。所以中国大陆上供财神呢，供范蠡。在台湾供财神是供关公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来的。供范蠡有道理。他是我们这个修集财富的一个典型人物。真正是财富人的模范啊。肯帮济苦难众生。所以财你尽管去散，散不完的，越散越多。